只有两叉是发烧。 哈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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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食的士吃尖沙煮，食的士好啊。啊，啲油啊，啲油嘢，我哋賣曬咗個搭的士啦，嗱嗱聲搭的士尖沙煮，打電話一掉。 我問你，好，你就笑我多驚人。
驚我咩啊？攞走話，係外賣燒開。酒店冇咁靚啊！酒店咩嘢？酒店得個名嘅啫。这个消费法师啊，今天走去皮这个蓝白饭69元啊，鱿鱼薯片就吃了它蓝白饭在皮买钱问呀？唔系，我大声啲。成个老板。